不是个事儿。那不是事儿怎么办？要请客不能请人吃这个呀。哦，这不谈时候不成？是不是啊？嗯嗯嗯。啊，对。烤鸭吃吗？嘿，这好啊！哎呀，烤怎么的？烤鸭你也吃？呵，您店里请我，我可不就吃吗？吃吗？吃啊！正经全聚德的手艺，好啊！烤出来枣红色的，嘿，拿刀片完了，嗯，有皮儿，有肉，有油。哎呦，小薄饼一夹，搁点酱，来点葱，嗯，卷上吃，太好吃了。对对对，这边吃那边枪毙你爸爸，你都不心疼？呵，我至于这么没起子吗？我好吃啊！我吃什么了？我就太好吃了。哎，好，可以。人家这鸭子不是外边买的那个？那当然了，人家自己有鸭场，那田。哎，对，专用的那种。是，外边见不着啊。定养的。哟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外边见不着怎么办？找去，我给你偷去吧。偷去？我给你偷去。上哪儿？对，我们楼上有。楼上？楼上养鸽子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偷鸽子去，这工艺是一样的，按烤鸭那么做，烤鸽子呀。嗯，我在家给你烤啊，我书房里有一炉子。您书房里有一炉子呀？挨着字台边上砌一炉子，正经烤鸭的炉子。哎呦，哎呀，是啊，味儿一样。哦，比鸭子不次，烤鸽子，鸽子还稍微小一点，比鸭子是小多了。没事，肉不够，饼来凑。吃饼，家常饼，家常饼卷鸭子，你偷着乐去吧。哎，这饼弄完之后，嗯，又酥又脆。哦，往这一搁，这么大张，呵，来俩鸽子，来捆葱，来点萝卜，来点黄酱。嗯，抹完了，卷好了。哦，拿裤腰带捆上。嗯。抱着吃，咬一口咽不下去，拿火筷子往下捅。哼，哎呀，我这吃饭呢，我这玩命啊！啊，现往下捅啊？怎么样？这不怎么样，有这么吃的吗？这个，您再想主意吧，这不成。哎，有道理啊！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建议。您这建议都不老成熟的，反正吃点什么呢？啊。不是您快想啊，不想一会儿我给您拿纸去。有什么主意您就说呀。这个请客去。不是您请客是怎么意思？请不请？你想啊，啊，海鲜吃吗？哎呀，哎呀，乐来乐了，又乐了又乐了。不是乐啊，这起子大了，看见了吗？就爱吃海鲜。你爱吃？哎，对，我也爱吃啊。对对，哎，海鲜啊，好好好好，可以吃海鲜啊，决定了，海鲜。我有个朋友哦，塘沽的，嗯，每天啊拿快递给我寄海鲜，快递，嗯，是吗？鲜呀，是吗？好好好，龙虾怎么样？爱吃啊，你看，嗯，我也爱吃，不吃小的，对。那个马小没法吃，那也不叫海鲜，没肉啊。咱俩外边吃马小，怎么不得要四个，是吧？谁吃啊这四个？救饼啊，喂救饼啊，是吧？你行，甭提那马小了，就大龙虾。哎，这么大个，成个的，这么大吧，这么大吧，啊、这么大。嗯，垮炖。快，车。哎呀，我对等不了了，我。哎、行了，别想了，我要垮炖龙虾。别想了，怎么着？这龙虾有垮炖的吗？这个？家常做法吗？家常做法也不能这么做呀。那杵碎了做虾酱抹馒头吃啊。这好东西都这么糟践了，这个呵，好，来来龙虾啊。龙虾鲍鱼吃吗？吃啊，吃鲍鱼更好了，那东西。哎呀您要是不行咱就不吃了。您当然您再死在这儿，我替你美得慌。甭替我美。哎呀，鲍鱼最讲的是那汁儿。哎，这爆汁儿啊，那汤最好。对，先吊汤。哎，吊汤洗干净净的。嗯，吊汤。对，汤差不多了，咕噜咕噜。嗯，来下炸豆腐，活烧啊，捞出来剁好了搁碗里。嗯，
来勺蒜。嗯，你要是不要火烧，光要鲍鱼，这叫菜底儿。您按卤煮火烧那么吃鲍鱼啊？哎，呵，哎，行，我说、哎、啊，您回来吧，回来吧，我都痛快死了，我都。您痛快死了。太好了，我都让您多进死了，这个太好了。有这么吃鲍鱼的吗？你看，你看，另类啊，咱这是吃这算行为艺术，你知道吗？什么行为艺术？你哪懂这个去？你知道？哎呦，我这糟心点儿了。嗯，还有皮皮虾呢。好，皮皮虾，好做馅儿吧。哎，老盒子，馅儿盒子。哎，皮皮虾老盒子。哎。这你没吃过啊？我当时没吃过。哎，我说你